传说有一本关于爱情的书，里面记载着各种各样的爱情瞬间。今天要说的这一段，不对，他们还不是一段。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戴上面具，隐藏真实的自己。男孩和女孩也是一样，他们去同一个图书馆看书，去同一家咖啡馆，甚至坐同一个位置，喝同样的咖啡。他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交织，却从未相遇。直到有一天，女孩鼓起勇气卸掉伪装，决定用真实的自己面对生活。对不起。不需要了。而他也终于与他相遇了。后面的故事不用说，你们也猜到了，爱就是要卸下伪装，拥抱最真实的他。